美国加息，债券买唔过，即系唔系一个纯粹咁简单嘅反向挂。房托基金应该点拣咧？有啲好嘅。管理層叻嘅 REIT 咧，佢係會長期係對個淨資產值有個日價。星期一2:40，333 Now 財經台識賺，傾下收息產品，睇完更加識賺。